欢迎。是一个乒乓球，哎，哦，怎么了？小船员看着乒乓球，怎么了呀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被捏扁了。难怪他在哭哦。哦，乒乓球扁了，受伤了。那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他吗？看，小宝两眼放光。哦、小宝，你来说说看。找热水把它泡起来，空气膨胀，这样就会自动膨起来。哦，说的好有道理、哦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，都同意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试啊。好的，好，往这个小杯子里倒热水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红果果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啦，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一定呢要请你的大人朋友来帮助你们，因为这个热水很烫，很容易会伤到我们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把乒乓球放在里面，我们过一会儿看一看。对，我们过几秒钟看一看这乒乓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好，哎，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怎么了？复原了，他好了，他好了，神奇的复原了啊！来，给他鼓鼓掌。痊愈了，好棒啊！哎，那我们这个乒乓球遇到的问题啊，被我们聪明的小船员很快就给解决了啊！刚才他也说了，哎，这个一遇热，空气一膨胀，乒乓球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，说得很棒啊！那同样的这个道理啊，接下来呢，我有一个问题呢，要问问大家，大家来看，哎。这个塑料碗里呢，有一瓶红色的液体，这上面啊插了一个小管子。如果我们往这个小碗里面呢倒热水的话，这个红颜色的水会怎么样？升起来。升起来，说明它比原来变得大了还是变得小了？大了。变得大了，膨胀起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吗？好，我们来试一试啊。好，小凡说了，这个洪水啊，哎，会流出来，可能我们来看一看啊。电视机前小朋友，请看好了啊，这个里面插着一根塑料管，我们看一看，往里面倒入热水之后，塑料管里面有什么变化啊？好，还是说和原来一样？小船员啊，你看现在的洪水是流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个洪水坐回去？有什么方法吗？热水到了。哎，那换一种方法，我来问问大家啊，我现在把它从这个碗里边拿出来，这个水会怎么样？缩回去。会缩回去是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噔噔噔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数十声数，看它会不会完全变回去啊？来，一。
完全变回去，但是水面在一点一点的怎么样上升还是下去？下去，下降。哎，说明它离开了热的环境，到了冷的环境里面，它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？变小了。也就是缩回去了。哎，说得很好。所以这种现象呢，我们有一个名字，就叫做热胀冷缩。哎，我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啊，在我们的飞船外也做了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，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呢？想。好，一起来看一看。来看一下。嘿，红果果绿泡泡，小船员们，我是知道点博士。你们刚才做的游戏我都看到了。知道点博士这里也有一个好玩的热胀冷缩的游戏哦。哎，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塑料瓶。哦，答对了。那这个呢？气球。又答对了，你们真是太棒了。知道点博士这里还有两碗水，一碗是热水。哦，真温暖。这碗是凉水。有点凉。现在请大家注意观察我的气球，它在正常气温下是这样的。现在知道点博士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们，如果我把瓶子放到热水里，气球会怎么样呢？想想红果果和绿泡泡刚才玩的游戏，这种现象呢，我们有一个名字，就叫做热胀冷缩。那现在知道点博士把瓶子放在热水里，你们猜气球会怎么样啊？会变大。让我们看一看它到底会不会变大。现在我们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。那么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，如果我把瓶子放到凉水里，气球会怎么样呢？会变小。哦，让我们来试一试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果然变小了。让我们再来玩一次。真的是太神奇了啊！你看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非常普遍的一些现象，它都是蕴含着科学道理的啊。不知道我们的小船员们，了解了热胀冷缩之后，能不能想到什么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还见过哪些类似于像这个热胀冷缩的现象呢？体温计。所以说，小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啊，感冒发烧量体温，水银柱越高，说明我们的体温是热还是冷啊？热。发烧了，生病了。哎，同样，如果我们的这个烧退了的话，那这个温度计的这个水银柱会怎么样？冷。哎，冷的话就下降。没错，说的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的小船员们表现得那么出色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呢？